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早时新闻》，我是苏新闻。今日是5月4日，古历3月30。先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度20年来上届强的气旋法尼，第一张当地时间中昼进前，登陆东部的奥里萨省普里市，带来严重的破坏。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画面中会当看到规片厝顶被强风吹扁去。法尼气旋上阶段的风速来到每点钟240公里，透风透雨侵蚀印度，有超过220班的火车取消，大量旅客滞留。当地政府紧急撤离120万人到4000个避难中心。目前法尼的威力是持续降低，向东北方向刷动，和孟加拉政府唔敢大意。现在还阁需要关心的，还阁有带了800万人的洛辛亚难民营，因住伫个简陋的厝，还阁有天道内面，可能无法度抵抗这场风雨。另外，伫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一礼拜前肯尼斯气旋为北部的彭巴市嘛带来严重的灾情，现在灾民是积极在进行灾后的清理，希望让生活赶紧恢复正常。气旋在侵蚀以后，彭巴市总算是出了日头，不过也是有真多主题区拢泡伫个水内面。好消息是，当地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电，未少道路嘛拢清理清气。但是伫个伊波岛含基桑加区就无遮尼幸运，桥灯落灰，救援的物资真歹送入去。天灾目前，人间有爱、受苦难的所在，就有足济人的存在。亲像是伫菲律宾的奥莫克，2014年受到海燕风台的侵蚀，足济提供援助，到即马这份情拢无中断。最近伫奥莫克大爱村的中小学动土，志工嘛热情邀请村民做伙来参加每年足济菲律宾分会25周年要举办的大型水产音乐。虽然唔捌中文，但这几字大家读得非常标准。主席菲律宾分会每年九月底将进行四场的水产演练，各地志工从今年开始已经进入真紧密的演练。We are still hoping na magagawa natin ito by bago matapos ang July, bago dumating ang ating pinaka-director na ating sutra from Taiwan.Sama ang Bohol ay may papakita natin na hindi nagpapahuli mismo ang mga taga-probinsya. Di Ao Mo Ko Ta Ai Chun, iging u jinje lang po miya tanim jingji jigang, hibang tao kwe sien lin liang e kiong jin, ho king siyong zo siu ten zai Filipin, itang wan li zai lan. Doon na pada ikoy ikadugang karon sa akong huna-huna ba, sa bahin sa pagtanaw sa mga tao, nga, tungod sa akong kagalingon, nga akong nga kamaoko,nga tungod sa water repentance nga ing naniun di ay nga kinahanglan nga为了让参与演练的志工拢会当了解经文，华人志工卖力讲解经文的内涵，并且透过实地唱诵，让大家会当发热心。这一天，伫个彩排了后，还阁有一场让爱飞扬的无心行动。Ayos sa manghatag sa nagkinahanglan nga isip sa nga natabangan mi so.Para sa ako anak nga nagdako, gusto na ako nga mahinay-hinay siya nga maloy-anon siya nga gusto na ako nga. Pag ko makatabang, mao nag-donate ko hangtod karon kay gusto pag ko makatabang nga malipay pud ang mga tao. Then dapat jud nga kita mo share pud sa ato blessings. Sim Kwan Liam Sun e Ao Mo Ko Ta ai Chun Min, liao gai dang hui zai min e ko, jiong jiu ho hua zu ai li liang, hi bang wu ji gang mai dang qin qiu yin gan kuan, jia gui zai lan, yong gan qia qia.大新闻，罗伯特·亚莱莎，菲律宾报道。住在伫中国大陆真侪所在进行助学，就算讲路搁较在遥远，只要学生有需要，志工伫行较到。亲像是伫河北的义县，真侪学生住伫偏僻的山区，志工敢若是一工伫行风70度，尤其即马伫华北地区，温度也是无讲介悬，但志工的这份情已经赶走了凉意。这是第5车。22台车同时出发，前往70号做学生的厝。这个厝上界水的装潢，就是大满壁的中正。
李文卓是高爷爸爸上届大的骄傲。全县前十名嘛？哦，对，全县。对，全县中考的时候前十名。另外一边，志刚才打大力门，于锦绣妈妈的眼泪就流袂停。辛苦啊！没事没事哈。比从中来是尿毒症十多年，无钱洗药剂，加在两个囡仔伫组织组合之下，真有出脱。要祝福你也好好的。没钱儿，没钱儿。你每天先祝福自己。你放心多了，我们也很开心呢，对吧？看到你的笑容，是我们今天来最开心的一件事。对呀、啊。对啊、车伫个山区小路内面弯来驶去，一号一号之间，车程总是相隔一两点钟。隔代教养的家庭，志刚送来消息，让老阿公非常欣慰。2000多人，他200来名，是不是很棒了？啊，多多的表扬表扬。搁较深山，车无法度到位，志刚就用行的。这不孩子来接咱们来了。宝贝儿，我不在群里面走吗？完了，哎呦我的妈呀！读大学二年的杜成林拿出用心收藏的簿，是志刚对于高中开始，每个月写给伊的批，关怀浓缩在一字一句内面。尤其是这张纸，顶端拢是志刚的联络方式。我特意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他，我就怕他们要是毕业了什么的找不着。紫色就代表勇气和毅力，然后黄色就代表。温暖，然后红色就代表吉祥如意，然后绿色就代表生气勃勃，粉色就代表，代表一些反正内心的一些感受。因为我当时我相信就是肯定能会见到你，然后就直接见到你了，就是，然后你想有什么，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对不对？然后你想有心嘛，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见到面就会安心，彼此的心内拢充满着赶走春寒的温暖。台新闻王云秀、李月波合白报道。另外，伫上海做的志工，因是前往江苏的宿迁来进行春蕊计划的方式行动，主要是要帮助贫困农村的囡仔会当安心上课，不止提供的是经济上的援助。有一挂囡仔自细汉所欠缺的亲情，志工嘛将因当作是家己的囡仔，共款来疼惜。从上海出发往宿迁，一逝路500多公里远。朱姐志刚每年总是爱照顾阿抓，心内挂念的是农村内底这群欠矮的囡仔。像做就是主播系的，就是用那种晚上，然后用声音去温暖每一个孤独的灵魂的。就读宿城中专的志倩，从细汉就失去妈妈，爸爸又搁有精神疾病，对着阿公阿妈大汉的伊，保有开朗的笑容，志刚嘛加伊鼓励。人生的道路上面也是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只要不害怕，勇敢的走过去，就过了。同款嘛是阿公阿妈是大汉的反子时，是想要经营餐馆，透过家己的料理，将从细汉到大汉接受到的爱传达出去。我从小就是打高一到现在也接受了慈济的爱，因为我要把爱传出去，让大家感受到慈济是个大家庭。志刚两天的家访，伫个宿迁探视了将近200户的助学生家庭，这份爱从2007年一直延续至今。这么多年来，我们江苏啊，有4000多名孩子得到了你们的帮助，而且呢，你们通过一次次家访啊，还把我们慈济的爱的理念传达到很多家庭。除了家访，志刚也到受助的学校进行情绪教学，分享好的观念，和美善的种子伫个囡仔心田当中播下。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把他的这个孩子的天真性表达出来，让他能够动起来，而不是只是在听讲课。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心，我们希望让孩子们能够真正从活动中受益。尽管每座助学之行路途拢真遥远，但对志刚来讲，这座路必须爱来，因为这是引领囡仔行伫个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的上好机会。大新闻，江苏报道。
厦门第十中学朱德志刚对四年前来到这间学校推广环保，想不到师生的反应拢真好，所以校方就将每礼拜五定做是环保日。有了学生来带动，就连家长嘛了解到分类的重要，所以也阁有人是特别请假来参加。在他最小的时候，空间最小的时候，然后把它选起来。礼拜五环保回收日，走廊顶头老师带领学生进行资源分类，而在教室内底由学生做讲师宣导环保，嘛培训出更加侪环保志工。瓶罐纸。瓶罐纸。厦门十中伫个校园内底例行环保，将学生教老师做伙学做伙做。读高一的孙玲玲是经济有责任爱传承。上高三以后，可能以后就更少时间过来了。然后我趁现在高二有机会，赶紧把就是能多做一点多做一点。四年前，朱德志刚加入学校推动环保，得到认同，更有老师主动承担起推动的工作。放到老师当中，放到学生当中，让他们具体去做，他们就会觉得环保是在我们身边。他们真的觉得我周围有这么个人，他在做环保。那我也会跟着他们去做。家长因嘛愿意放下工作，带头做起。刚才也有看到饮料，有的很浪费嘛，还没喝完。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来做，然后看我们也在做，以后他们以后就不会产生那个浪费。真实感受到地球所面临的危机，愿意改变自己，嘛影响他人。大新闻陈彦珍、廖雅面福建报道。继续在台湾来看到同样是人文教育的重要，朱德志刚受邀在桃园的台业国小推广品格教育已经有六年的时间。在五月份校庆会进行，志刚也在亲子日的活动上举办红茶，爸爸妈妈接过孩子捧给他们的这杯茶都非常的感动。孩子真有勇气站上台表演，桃园台业国小邀请朱德志刚协助举办亲吻好人听感恩活动，一年十二个班所有的孩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展现好德。透过孩子的表演、歌曲的演唱或是动作的表达、然后来展现他们对父母亲、的一个孝顺的一个心情以及感恩的一个心情。我想这几个观念呢，要让小朋友在小时候就要能够建立的。但妈妈对六年前开始来到台业国小推广品格教育，校方对这方面非常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学校跟主任老师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然后这一次的老师呢也很欢喜的投入跟我们一起的演出，所以他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很有意义又很棒。我是第一次下大一年级，也是第一次配合这个活动，那可能刚开始对这个活动不是很清楚，可是慢慢的看到大爱妈妈的付出啊，还有小孩子越来越开心的笑容，开始觉得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除了用心准备的表演，囡仔嘛透过红茶感谢爸母恩。奉茶当下那一刻其实是感动的，感觉小孩子长大了，然后品德教育更要落实，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台湾很这一块要赶快找回来。亲师生斗阵，以爱启校，让囡仔伫个充满人文和感恩中学习成长。台新闻蔡白球、李美如、汤恒报道。另外，伫个淡水的组织手机班提早来度过母亲节，嘛是让囡仔放茶学习表达感恩，同时透过手机演绎，也佮有形式来报答爸母恩。手机班的演绎描述平日辛劳照顾亲人的妈妈，将大陆寄来台湾的尽力会，将对母亲的思念化为力量。妈妈，你要在这边，我就是以这股力量，我以妈妈的名义捐，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捐款的国际的。形象有很多方式，我以那个做善事来回馈社会。走路也无啥稳的幼儿，捧着盘啊，慢慢走到妈妈的面头前。放茶小小的动作，让人大大感动。他还那么小，他两岁多，两岁半左右。对，然后你要他走那么，要拿着托盘，然后还要走得很稳，茶不能翻出去。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努力。对啊，真的那一刻，真的是快要哭出来了。In my country, we always express gratitude
gratitude for everything in our everyday life. I'd like to wish all the mothers here and the grandmas a very happy Mother's Day. Just like to, for myself, my mother is in England, so I wish her a happy Mother's Day, although she's a long way away. 手语班提前欢度母亲节，也为国际赈灾串起点点的爱心。大新闻佛家珍、张维祥台北报道。6:45来关心天气，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减弱，方向转偏东风。夜方面的北部和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但是过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苗栗以北和东部地区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中南部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另外，要该提醒观众朋友，伫个马祖、澎湖，还有中部近山的所在，空气品质较无好，过道臭氧的浓度可能会增加到感冒性提醒的等级，所以出外底要记得将嘴炎挂起来。继续来看详细温度预测。最近有人发现，伫个合欢山的北方，原本青翠的山头风景竟然只剩黄土，亲像是秃头共款，予民众感觉非常的可惜。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这是公路总局在进行征收和拓块工程，无按照规定来施工超出范围，会变更开发。相片内底合欢北峰登山口边仔的山壁，予人乌一大片。原来会当生长着剑竹林、甲高山道观的所在，拢消失去啊！保育人士甲现场掀落来，消掉了一半。那我觉得很讶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会车然后去拓宽它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这样子的必要。台鲁阁国家公园内底大面积乌山壁，公路局台鲁阁公务单表示讲，这是征收合并着道路拓宽的工程，甲管理处会勘过。就跟一般的那个不一样，做灾修工程，顺便去把那个弯道给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整修了。去年发生地动，造成这山壁松动。今年3月份会勘的时阵，施工的单位无划定范围，遭到管理处退件。结果伫4月下旬补件的时阵，就同时来施作，爆发争议了后，已经停工。这边比较自然的就好啦。啊、哦，这样很破坏啊。山环境都被破坏了，很可惜啊！原本是很漂亮的啊。会看的时候，他没有讲到那么多，而且没有提供那么完整的资料。很密切跟我们信号科的同仁在联系，可是就是没有收到他们的公文。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讲，施工的手段已经超过征收的目的，破坏植物会设法来复原，并且研究来开发。台新闻中部综合报道。中华花坛的虎山岩最近是开了一大片的金针花，非常的美丽。不过有游客真无公德心，不是踏入去花坛内面，啊，若无就是偷挽花，予地主真无奈。嘛要提醒观众朋友，这金针花是袂当生食，啊，若无有可能会中毒。中华花坛虎山岩龟山头的金针花实在有够水，真济游客来遮翕相。不过有人为着方便，入去花园内底乌白搭，也有人偷挽花。刚开始开的时候，花比较少，人比较少，那时候反而会来摘花的比较多。所过节大家吼，伊讲袂使挽就唔好敢挽。金针花常常会在时开花，暗头啊就凋谢，所以又搁叫一江美人花。真侪人唔知影的是，若是无注射，可能会危害到健康。金针花呢，它本身是含有秋水仙碱。好，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一样没有加热破坏它，然后直接使用的话，会有一些肝肾的毒性。青的金针花有一种叫做秋水仙碱的物件，食伤济会冰雹，想要吐也是腹肚疼。上好是先浸水，料理得完全煮熟才可以。一般常常看到的胖大的金针，有蛋白质、铁质、甲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高，真侪人爱食。提醒民众买的时阵要注意。
敢有化学的气味，也是色水伤水就无自然。大新闻郭连郭志忠台中中华综合报道。为了要降低厨余的量，台北市环保局合作九间的餐饮企业来合作，对善用食材，也佮落实厨余分类来做起，每一年有机会减少3%。另外嘛，呼吁民众对源头来改变消费习惯。切菜备料，大火煸炒，煮食的过程不只要求爱好食，也佮将食材拢用好料。很多地方师傅是习惯的关系，为了效率，为了切得漂亮，所以他把头尾都切掉，然后只有只取中间那一段。我们是头尾切掉下来，还把它挖开来，然后因为头尾都还有肉，所以那个肉我们也都一样拿来做处理，有的吊汤，有的可以做炒菜或者切成丁。那也就没有浪费了。惜食爱地球，惜食公约。厨余减量对源头控制，19间的餐饮企业，123间餐厅，和台北市环保局合作共同设施，希望每一年会当减少3%的厨余。当然过程中也包括厨余的分类和处理。整个的厨余量，它突然因为水量的沥干，它的厨余量就减少了。那有很多他就做了这个示范以后，很多的业者他也可以跟着学习。那另外我们当然很希望在民众端的部分，在清运线上，民众也可以做针对的厨余家户厨余的部分，也做一个厨余的沥干。厨余减量计划对2017年下半年开始，对原本的2189公吨，到2018年下半年下降到1987公吨。减量率来到9%，成效袂歹。但若是会当搁再加上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厨余的数量有希望会当搁再下降。比较弯曲的，像小黄瓜啦、大黄瓜这些蔬菜等等，一般来讲，其实大概有25%-30%，其实都是长这样子的。但这些其实都市的消费者不喜欢，所以往往就会在产地就直接就是丢掉。所以它其实是很浪费的。其实我觉得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个消费的习惯。对公部门告消费者，减少食物浪费和厨余产生，需要大家做回努力。台新闻雷雅简元吉台北报道。新北市举办第7届护理杰出奖颁奖典礼，表扬117位的护理人员，其中伫个台北主题病院安宁病房服务的陈依林，得奖经验无私传授予后辈，嘛得到了教研奖项奖。那所以知识的部分帮他们在陈金米律师，伫大学的身份是护理系副教授，将护理专业教导予未来兰丁格尔因。但在病痛的眼中，伊是亲切的护理师，并且得到护理特殊贡献奖的肯定。我们没办法解决现在病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做研究，然后不断的念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跟病人学习到很多，我们看到了病人他们自我疗愈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其实应该是他们帮助我们比较多。在台北主治病院担任安宁病房护理长的陈依林，爱笑的伊也将温暖传达给病患，并且将临床经验和体验分享给学弟和妹因，而得到教研贡献奖。在临床当中工作一定很忙碌，可是你不要只是一直往前冲，因为你必须要停下来，停下来才会看到病人真正的需要。我也把我这句带给我后面的学妹，那希望就是我跟着学妹一起成长。台卡117位护理人员在新北医疗院所等所在发挥专业精神，在第一线负担起民众的健康，也赢得护理杰出奖的鼓励。台新闻范秀仪、柯信智台北报道。卫福部台中病院出现了百年来历史上第一位由护理师来担任部立病院的副院长，伊是林少文，主在护专第一届理专毕业生，有护理也佮有医务管理的专业，捌协助过卫福部整合26间部立病院跨院教会流程。即届出山嘛是希望和过去无共款，由和病人上届亲的护理师来做管理。加深人文医疗精神。嗨，你好，温度还不错。温度还好。对啊，不会说在卡令秋令啊嘞。做上副院长以后，林少文也是和过去同款爱巡房、视病如亲。啊，拢有甲你做复健。哎啦吼，你有认真做吼？要很认真哦。十几岁时阵，因为到三工照顾孙仔，对护理工作产生强烈兴趣。因为家里面独生女啦，爸爸就想说要帮病人换大便、尿尿，他就觉得我应该没办法。我就跟我爸爸说，我就是想要做，我想试试看。
这一次就是三十年，将来唔捌改变。在金色的那个学习跟那个感受，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知道说。对人的付出啊，其实不一定在临床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很多的付出。你回来了哈、哦，院长好，哎呀，很好。对护理师到副院长串联行政和医疗，管理大小项代志，带人嘛带心。他每次都会想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可是这些点子很难执行，可是最后我们都成功了。协助卫福部规划偏向医疗，就算讲护理师真欠人，也是坚持初发心，难顶高额的使命感，互伊伫医疗事业上坚定向前行。拥抱护理，用爱传承。台新闻黄正明、杨俊廷台中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将时间交予李文。观众早安，国语新闻部分来关心交通的讯息。苏花改会在明年春节前面全线通车，而交通部也开放了台北到花莲的客运路线，其中在南港到花莲是由统联客运和台北客运取得了路线经营权，板桥到花莲则是由首都客运拿下。而票价方面呢，大概是320元到350元之间，比起搭这个台铁的太鲁阁或是普悠玛号是便宜的大概100块左右，而行车时间大约是3.5小时。每逢假期往花东的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但未来民众可以有新的选择。苏花改明年春节前全线通车，也象征北花直达客运正式上路。交通部日前核定3家客运业者取得路线经营权，台北到花莲车程大约3.5小时，票价落在320到350元，并且有凌晨班次，弥补台铁运能不足。看哪一个方便的时间性，方便的话就坐。如果没有买到火车票，会考虑搭客运。哦，一定的。我应该选火车吧，因为时间比较快。民众接受度有待观察，拿价格跟时间来比一比。第一条路线南港到花莲，统联客运规划票价落在290到320元，台北客运票价则是320元，但台铁自强号包括普悠玛跟太鲁阁号票价贵了99元，车程时间则是快了1.5小时。而板桥到花莲路线，首都客运规划票价大约为350元，台铁票价贵了100多元，时间则快1.7个小时。而原先还有规划另一条路线，由基隆到花莲，则是没有业者投标。这条未来再评估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那个需求嘛？因为业者他们自己也会评估说未来的旅客旅次的能量够不够啊？我们目前其实我们往回推七成应该也可以控制啊。公路总局表示，在明年苏花改通车前，业者还有半年筹办期，包括车辆准备、站体设施等等，上路时间乐观看待。北花多一项疏运新选择，能不能通过市场考验，恐怕还有塞车风险影响民众接受度。大家是黄健、李明华台北报道。为了简化双北地区公车收费的方式，从7月开始，民众搭乘公车是一律要改成上下车都要各刷卡一次。不过呢，初期呢是先采取鼓励的措施，民众下车如果忘了刷，并不会锁卡。有的上车刷，有的下车刷，搭公车要付费，先看灯号指示。为了不让民众不傻傻，北市拟定未来民众搭公车上车下车都得各刷一次卡。这样很麻烦吧？怎么说？上车刷一次，下车就可以走了，比较方便啊。怎么说？就是有些人可能上车会忘记，或下车忘记，啊，这样就是你只要不管上车或下车都要刷卡就好了。因为我是基隆人啊，搭客运都是上下车都要刷。改变民众习惯不是简单的事。根据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统计，双北联营公车每天有210万人次搭乘，其中台北市民约130万人次，超过90%是付一段票，其中的80%是属于下车刷卡。为了简化收费方式，7月开始一律改成上下车都要刷卡收费。了解每一个公车乘客在上下车的起讫点是哪里，那对于后续这些大数据，对于我们在规划公车路线跟班次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公运处表示，修改收费方式会分2阶段，第一阶段7月起先采鼓励措施，不会锁卡还能参加抽奖活动。第二阶段采取强制性要求，一旦没有完成上下车刷卡就会锁卡，后续也无法使用转乘优惠。台视新闻李明华台北报道。
而至于高雄呢，则是推出了智慧站牌，多了这个招呼灯，公车司机呢远远就能够知道有乘客要来搭车，民众搭公车不用在这个冲出马路招手了，而且还多了这个夜间照明，晚上也看得到就路线图，并且呢把这个动态资讯呢从一条增加到四条以上，增加便利性。公车来了，长辈急忙走到路边招手叫车，这时候如果又遇到人车多，或者晚上下雨天视线不良，长辈就更紧张了。司机有阵啊，若无驶伤紧，我嘛无停，啊，就爱走到外口解约啦。有时候就没有灯啊，就看不到啊，也看不到人啊。要到很近的时候，如果他招手就手就放这样，没有动。就很容易就过站不停。通过这个按钮，那显示把这个后车的资讯显示在上面。按下按钮，站牌最上面这排红色灯号就会常亮三分钟。这是高雄市政府更新的公车站牌。这个呢吼，按了气雷，伊都家己也知影讲，这有人要坐啊，是无做理想的啊。对，你远远看就知道站牌在哪里，然后再亮灯嘛。增加了这两排这个新的 LED 的这个照明，所以夜间的时候路线图的资讯会清楚的显示。那另外就是在动态资讯的部分哦，本来大概只有一条而已，好，那我们这次把它设计成四条以上的这个路线的这个显示。新站牌增加辨识度，也提供更多即时资讯。市府预计率先在三多及五福路建置38个，如果成效良好，未来也会逐一更换，让公车服务更贴心。大新闻潘真郑瑞平高雄报道。职业妇女因为长期的家庭工作两头烧，更容易感受到压力。根据英国调查，每个星期工作超过55小时的女性，她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风险呢，会比其他人要来得高。尤其是身兼多重身份的话，更容易会有忧郁情绪的产生。好像找你，找你。喂，喂。嘿，是一天24小时，对蔡小姐来说是分秒必争。尤其面对工作量庞大的时候，要不要加班，还是要把工作带回家？对于身为职业妇女的她而言，根本就是天人交战。赶工的时候，你的小孩可能他会觉得妈妈为什么不陪我啦？你很难兼顾。你正在努力发想一个企划的时候，他会来中断你，这样子说他的需求，需要你能够关照他。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就会造成妈妈很大的心理压力。根据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分析12188名女性，其中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的女性，与每周工作35到40小时的女性相比，容易罹患忧郁症的几率高出了7.3%。除了是工作压力之外，女性荷尔蒙的影响和多重角色也导致忧郁情绪的发生。根据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其实女性的忧郁症的那个比例就是男性的2倍，他不管是为了家庭还是为了他的工作，职业的部分都是长时间在付出的，可能只有睡觉的时间他没有在工作，对妈妈来讲其实有一定的就是压力。如果发现自己的情绪和以前相比，容易暴躁易怒、不耐烦、无故想哭或者否定自我价值，低落情绪超过2周，就要寻求专业的咨询。另外，每日也应该留半小时独处，整理思绪、喘口气，也能降低忧郁情绪的发生。大新闻雷亚检员吉台北报道。大数据如何来协助医疗或者是服务病患呢？利用新的这个纺织材质以及侦测的技术，组成这个智慧衣等装备，穿戴在身上，可以感测到生理以及体能或是运动的状况。这些数据整合起来，不但有助于医疗的诊断，而且呢还可以运用在复健上面。现代人手机不离身，错误姿势让肩胛肌想动一动都没机会。穿上智能衣，只要肩膀一扭，就能立刻量测肌肉的活动状况，还可以将这套衣服用在临床治疗复健上。脊椎病人做的这个动作，他的肌肉的收缩情况并不是照医生所期望的，所以很多的复健就没办法有效率的被发挥出来。那我们希望说，针对有一些有黄金时期的复健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病人，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系统，让他可以精准的做到所谓的复健的一个功效。戴上透气排汗的智慧手套，并装入感应器，你的运动轨迹就能一目了然，也能慢慢调整动作，养成正确运动好习惯。这也是纺织和软硬体的智慧结合。这个是我们公司就是最近的一个理念这样子，然后就是想说，以运动或者是智慧这个方面，然后让纺织品更有价值。从科技智慧到大数据整合，甚至是纺织业都能和医疗相结合，将创新智慧带到医疗领域，掌握民众的健康状况。
大爱新闻范秀仪、柯信智台北报道。现在的人不阅读不可能存活，只不过是他阅读的媒体跟形态改变了。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出现了知识型的 YouTuber， 他们呢就是用说书人的方式来为大家说书，动辄上万人次的点阅率已经在年轻族群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之啊，在这，哇！大脑神经运作这件事情，它没有什么特效药，最好是要从很小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一直去累积。关心国际消息，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是不断的蔓延，目前传出超过1500个感染的病例，死亡人数呢也即将突破1000人，联合国担心还会有更多的人感染。1st of May, we have 1,510 cases of Ebola virus disease in North Kivu and Ituri province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hich includes 994 deaths.防范伊波拉的首要之务就是要消毒，因为感染而死亡的人也必须尽快入土为安，防止疫情扩散。不过，由于当地民众的不信任感，造成这个疫苗无法普及，加上当地的暴力行动层出不穷，每天约有12000人是暴露在潜在的病毒环境当中，因此呢，疫情是难以控制。而北朝鲜最近一年来与国际的关系实在是让人雾里看花。不过呢，国内现在是传出了农作物严重欠收的问题，粮食的配给量也创下了新低。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10.1 million people, around 40% of the population, are considered to be food insecure and in need of urgent food assistance. The social groups that are more affected and in danger are children, young children.And women, pregnant women, and lactating women. 农田里一片的光秃秃。联合国表示，由于北朝鲜历经的干旱、热浪和水灾，加上这个农业的燃料、肥料和备用工具零件不足的问题，造成十年来最严重的作物短缺的问题。当地政府呢，因此呢，把国内民众的粮食配给量调降到同期的最低纪录，一天每人只能够领到300公克的食物，而且呢，还可能要继续调降。20年来侵袭印度最强的气旋法尼，台湾时间3号中午是登陆了。由于20年前的这个气旋造成有10000人死亡，这次呢，印度当局是严加的防范，事前大规模撤离了100万人，加尔各答机场也已经宣布关闭。强风大雨像是要把树木拦腰折断。20年来袭击印度的最强气旋法尼，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风速，相当于强台威力，3号直扑印度。Landfall has started at 8 a.m. Okay, and some of the portion of the eye already entered in land area, and it will take time more 2 hours. It will take time for to complete the landfall process. 法尼登陆的地点在印度东部沿岸城市普里市，预计一路往东北加尔各答的方向移动。We do expect it to really start to impact over 100 million. I think 200 million will feel tropical storm force winds. That's bad enough for just power outages, communications dropping out. 根据 CNN， 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口上看2亿。有关当局在法尼来袭前已经撤离了100万人。原本加尔各答机场预计当地时间晚上9:30停飞所有航班，但是由于风雨太强，提前到下午3点就关闭机场。法尼预计带来的雨量上看550毫米，大浪超过3层楼高。外界担心1999年气旋造成10000人死亡的悲剧重演。And in the enti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orm in 1999, 20 years ago, that took over 10,000 lives, is back in 1999, there wasn't just one cyclone in the month of October. There were two within 12 days. One was equivalent to Category 4, one a Category 5. They only had 23 shelters open back in 1999, and now they've got over 800. 联合国难民署最担心印度东北靠近缅甸和孟加拉边界的罗兴亚难民，许多人住在最容易发生土石流的山坡地，处境堪虞。大爱新闻李芳编译。泰国近70年来第一次的泰王加冕典礼呢，将在4号进行，而难得一见的加冕典礼呢，会一连举行3天，重头戏是4号的加冕仪式，还有5号的王室游行。
而在典礼登场前，太王是特地先去祭拜祖先。穿着一身白色军装，太王瓦吉拉隆功在正式加冕典礼前，带着刚册封的新王后，穿着白色套装的苏提达，还有一身蓝衣的长女，来到曼谷，号称是泰国凡尔赛宫的阿南达沙玛宫祭拜祖先。对着拉玛一世的雕像，三人跪拜行礼，恭敬虔诚。泰国拉玛王朝又称杰基王朝，始于1782年，是泰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王朝。拉玛一世建都曼谷，今年66岁的瓦吉拉隆功则是拉玛十世。阿南达沙玛宫是由拉玛五世在1906年下令建造的，当时打算用来作为王室接待处和礼堂，现在则是博物馆，并且也是举行王室和国家仪式的场地。泰王在60岁生日庆典时就曾在这里接待贵宾，这次祭祖为加冕仪式做准备。在泰国，国王地位非常崇高，这场近70年来第一个登基大典将从4号开始，一连举行3天。大爱新闻吕芳编译。On a spiritual reason, I think that when we choose to, and this is already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me, when we choose to refrain from killing living being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also not very much, we as Christians, as Catholics, are not very conscious of. But now I see that, you know, if we just choose to live in this energy of love, then we are affirming that and moving the world towards this direction. 印尼雅加达民众的生活忙碌，经济压力大，有忧郁症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产生自杀行为。一位年轻人贝尼，他创立的辅导社团踏入光明社区，陪伴自杀失败者，也辅导亲属友人，希望能够遏制自杀行为的蔓延。Iya pernah. Itu mungkin sekitar karena itu kejadian pertama hanya pikiran-pikiran aja kan, pikiran-pikiran. Mungkin kalau dilihat dari kilas baliknya itu saya itu punya rentan ke depresi. Mungkin dari SMA juga sudah muncul hal-hal itu kan. Tapi disepelekan. Saya enggak menganggap itu hal-hal yang penting gitu kan. Itu cuman mungkin anak SMA, galau-galaunya anak SMA gitu kan. Tapi muncul lagi saya depresi berat itu ketika di kuliah. Zaman kuliah itu mungkin sekitar menjelang skripsi sih. Biasanya skripsi kan tekanannya tinggi gitu. Sedangkan waktu itu ada beberapa masalah, entah itu dengan teman juga, relationship juga gitu, juga dengan skripsi, sampai berakibat pada skripsi saya gitu yang nggak selesai. Sampai dari situ saya sampai take back sekitar 6 bulan. 6 bulan itu saya mesti ngebenerin diri saya lagi dari awal gitu. Secara nggak sengaja saya ngancurin diri saya sendiri sih, entah itu pelan-pelan, secara pelan-pelan gitu kan. Dari minum obat yang nggak bener gitu kan. Dari misalnya self-harm, itu pertama, mungkin itu test the water dulu buat saya gitu kan. Sampai akhirnya mencoba untuk memutuskan itu, ya untungnya sih gagal gitu kan. Tapi saya nggak bilangin ya gimana caranya gitu. Ya setelah itu yang saya bilang tadi, apakah lanjut cari lagi cara yang lain? Iya gitu. Nah kalau yang beberapa mungkin klien yang sempat saya tangani, memang ide untuk bunuh diri itu ketika mereka memang ngerasa benar-benar down sekali dan mereka merasa bahwa mereka sudah tidak ada harganya lagi lah gitu, dan eksistensial mereka sebagai manusia itu sudah, menurut mereka sudah dalam batas yang rendah sekali. Jadi buat mereka ada atau tidak ada saya itu ya nggak ngaruh gitu. Jadi lebih baik saya nggak ada gitu.
Into the Light Indonesia sendiri adalah sebuah komunitas orang muda untuk pencegahan bunuh diri dan kesehatan jiwa yang berbasis bukti ilmiah dan hak asasi manusia. Yang kami lakukan itu lebih banyak melakukan talk show, seminar, dan juga workshop sama training tadi. Kami melakukan pendampingan lewat email ini juga kami tidak melakukan melalui nomor telepon, kami tidak melakukan lewat LINE misalnya, akun-akun messenger, itu kami tidak melakukan itu. Karena kami ingin membatasi bahwa di email ini kamu sudah bisa bercerita dengan sangat panjang lebar. Dan kami akan berusaha mendengarkan, tidak memberikan diagnosis, tidak memberikan terapi, yang mana mungkin masih sering disalahpahami, karena memang fungsinya berbeda dengan psikolog profesional. Dan memang kami sangat mengharapkan sekali supaya isu ini bisa lintas sektor, diatasi dengan lintas sektor. Kita kan udah lama gak ketemu juga, apa kabar jadinya belakangan ini? I'm manage. Apa? Mereka perlu dilindungi dari stigma juga. Jadi ya ketika ada kematian bunuh diri, kami gak bisa langsung bilang, oh diamin aja gitu, atau gimana gitu. Enggak, gak bisa. Kita harus langsung segera gerak cepat untuk menjangkau-jangkau yang lainnya lagi. Untuk mencegah bunuh diri susulan. Mereka berduka dengan kondisi yang setidaknya gak di stigma deh.从2002年开始，约旦的慈济人就开始关怀贝都因人。由于他们居住的地点非常的偏远，甚至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图上找到。而来自台湾、上海、澳洲的慈济志工一行14人，2号开始展开了关怀行动。第一天呢，是来到约旦南方的贝都因人部落阿巴西亚，在小学发放，透过食物关怀拉近彼此的距离。所有约旦五月斋戒月，所有行程发放还有访视，一切能够顺利。在约旦首都安曼，慈济约旦分会会所，来自台湾、大陆和澳洲的志工14人，准备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发放任务。我们今天要到南部的两个点，叫做我们要住在那边帐篷去，我们要去做记录，还有关怀那边的小朋友。今天准备马铃薯，还有小黄瓜。还有气球跟那个棒棒糖，这个是山羊，这个是绵羊。沿着沙漠公路往南走，沿路都是贫瘠的沙漠地形，偶尔可见放牧的羊群穿梭其间。慈济志工今天一行人从约旦首都安曼出发，一路往南走，必须旅行将近300公里。前往的第一个发放地点，必须要穿越这一大片的沙漠，前往贝都因人的部落，叫做阿巴西亚。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前面有一些植物生长的地方，这里本来是一个瀑布，但是受到了气候变迁的影响，现在眼前已经是一片荒漠。慈济志工则是忙着用卫星地图盯选地理位置，因为这些贝都因人的部落都很偏远，有的连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我们就是使用那个 Google Map，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在位置按点一下，它就会按照那个方位点出来我们现在人在哪里。经过将近4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慈济人从2002年开始关怀的阿巴西亚小学。当时来的时候呢，很单调，然后这个学校呢，就是只有这两个房间。那刚才那个就是他们的厕所，那个里面现在摆的那些那个暖炉啊，就是我们煎的，2年前煎的。透过笑容和歌曲带动，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约旦政府跟联合国的粮食计划署有一项计划，就是他们援助阿巴西亚小学的每一个孩子每天可以得到一包饼干。但是很显然的，这样子的粮食计划呢，其实并不是足够的。所以今天慈济志工特别带了蛋糕来到现场来为他们加菜。今天吃到蛋糕觉得怎么样？可以的，开心。因为缺乏营养的关系，这里的孩子们普遍长得较为瘦小。校长说，多数的孩子们都没有吃早餐就来上学，临近又没有商店可以买食物。慈济的长期粮食援助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大安新闻徐斐丽、张略佳、约旦报道。而2017年8月，哈维飓风侵袭美国德州，此际赈灾是前往重灾区洛克港发放限制卡，而自此也跟当地结缘，也在今年初拜访当地专门协助儿童的社区组织，研议后续的合作帮助弱势儿童计划，也参与了社区的儿童复活节活动，摆摊来推广环保。天啊，纸箱都被上面都被扫掉了、啊。此际美国总会连同德州分会志工，从休斯顿往南180多公里，再度踏上哈维飓风灾后的洛克港。残破景象历经快3年，依旧没有太大改变。I'm not ready to take it down yet, because we want to try and recycle wood. For being here today, I know this. 今年2月初的回访，也和当地儿童慈善组织建立起沟通平台。4月份，志工受邀参与复活节嘉年华。想走出这迷宫，通关诀窍是要懂资源分类。迷宫出口还有志工分享慈济竹筒岁月，小钱行大善。Good hearts always, beget good days。把口说好话的祝福送给孩子，还遇到了曾接受慈济限制卡帮助的居民。You know, we all leave and try to get on with our lives, so we never get to come back and say to you, thank you. So I'm sorry for that because everybody here that got a card. 爱让彼此加温，让暖意串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维珍、刘本琪，美国报道。斯里兰卡的新年是在4月份，由于正值收获的季节，有喜庆丰收之意。但是呢，在汉班托塔的这间老人院，慈济志工前往访视，发现呢，新年期间他们的供餐却不稳定。志工呢，于是准备了餐点，陪伴长者一起享用。斯里兰卡过新年，但老人院的长者们没能和家人团聚。慈济志工来探望，决定举办新年活动。平日依靠慈善机构与善心人士捐款捐餐的老人院，新年期间甚至好几天没供餐了。志工带来应景的传统餐点，向大家庭吃团圆餐。They were very happy and they partake in the food and they sang some songs and they danced and we also enjoyed it very much. 在这没有宗教、种族之分，只有感受爱与关怀，长者们希望志工能再来探望，共度美好时光。大爱新闻乌迪尼、迪罗西、西尼斯、斯里兰卡报道。新闻最后呢，带您到德国去看看德国当地一个动物与人的精彩画面。上个月呢，在德国西部的一所动物园，有来自英国的动物管理员亚当森和自己照顾10几年的大象科斯蒂，阔别35年之后呢，是再度的重逢，而一人一象这个团圆画面让人十分感动。新闻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重逢的状况。以上就是这节新闻内容，我是江立文，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